那个学长请你今晚放学之后一起去玩，是真的，昨天学长亲口对我说的。太好了，这一定是你们俩关系突飞猛进的好机会。我爱你。我也是啊。可是我所有好看的衣服都被老妈洗了，怎么办啊？等会儿我陪你去后街买一套好看的衣服，顺便把自己收拾一下。可是放学后没时间逛街了。大不了翘课呗，反正下一堂课是语文。我翘课和丘比去办重要的事，帮我掩护哦。好。这个怎么样？棒。看那个。快走。话说回来，这几天你和白老师的关系不太好，是真的吗？固执迂腐，自以为是，还是个控制狂。我一定是得罪了幸运女神才会遇到她。哎，你也是，老说别人不好。我觉得白老师至少比你这个事儿逼强，多听听他的意见也没错啊。哎，你这家伙收了他什么好处啊？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哎，别的不说，就靠谱这一点，人家可比你强多了。早知道你这个叛徒会帮他说话，就不带你出来了。好啦，哎，说正经的，你们还是快点和好吧。秋天要到了，送他条围巾改善一下关系，如何？这个看起来好像确实很适合他。对不起，学长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等很久了吧？怎么跑得满头大汗呢？其实我也是刚来。因为一想到学长你在等我。说走吧，加油。你是林珊珊的朋友吧？告诉他今天晚上别和沈君出去，那家伙不是好人。站住，你今天下午逃课了对吧？跟那个林珊珊一起。啊，没错，因为人家要去和未来男朋友约会，没时间听和尚念经。忘了告诉你了，他现在已经在约会的路上了，你还是接受现实比较好。哼，我说老师，插手学生的事情也该有个限度吧。好不容易那女孩能和喜欢的人单独相处，你该不会想这个时候去制造麻烦吧？把你的手给我拿开！是你一直在给我制造麻烦，我早就该料到，有你这小子在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那我也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吧，少在我面前一副教训人的模样，这不准那不准，成天想着管住我，我说的话你听过一句吗？别忘了我和你一样也是个神，你真当我不会生气吗？两位大人，快停下！现在不是闹别扭的时候。那个女孩现在有危险，请赶快去救她吧。你说的是林珊珊吗？正是，我刚才全都听到了。那个沈俊的花言巧语，我之前也信过。他请我出去玩，把我带到一家 KTV 的包房里，然后他给了我一杯很可疑的东西，问我要不要试一下。我看到杯子里有奇怪的气泡，于是我说不要，然后趁他不注意偷偷跑掉了。他就是这样，用惯用的手段去接近低年级的女生，然后一旦获取了他们的信任之后，就会马上原形毕露了。
表白，抬头时你拥我入怀。今夜的时间都慢下来，是因为有你的存在。爱情之前总是涉外，无限缠绕却解不开。别怕路上的曲折无奈，不如把心打开。看起来像个小孩，就喜欢异想天开。跟着音乐动起来，一起摇摆，放松下来，跟着节拍，放空这时代。生活总是充满意外，有你就精彩。让人无奈的男孩，天生一对机关不起来。相同的星辰与大海，想想也不赖。放下感慨，放下期待，放开手去爱。笑过偶遇或诉情怀，是最好对白。不许廉价不合拍，天生一对天快也不快。每一天都有你存在，快乐就不会离开。爱是之前总是身外，无限缠绕着解不开。别怕路上的曲折无奈，不如把心打开。起来像个小孩，就喜欢异想天开。跟着音乐动起来，一起摇摆，放松下来，跟着节拍，放空这时代。生活总是充满意外，有你就精彩。让人无奈的男孩，天生一对奇怪不奇怪。相逢的星辰与大海，想想也不赖。放下感慨，放下期待，放开手去爱。相逢偶遇或诉情怀，是最好对白。不许人家不合拍，天生一对见怪也不怪。每一天都有你存在，快乐就不会离开。